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个段子，你的仰卧起坐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然后那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大家不要再做仰卧起坐了，然后仰卧起坐有害啊，怎么不好啊，然后各种各样的巴拉巴拉巴拉。第一个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仰卧起坐，然后以及仰卧起坐代替品和改良版。然后现在呢，咱们先做一个错误的仰卧起坐。为什么要做一个错误的呢？因为小白兔不会做正确的，哈哈哈哈。好，继续。二，好，继续。来，三十次。OK， 仰卧起坐，咱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练腹肌的，但是实际上，腹肌只不过是它参与工作的肌肉之一。它真正强化的肌肉不只是腹肌，它强化的肌肉还有我们的这个髂腰肌，最强大的屈髋肌肉，然后还有我们背侧的一个比较深层的肌肉叫腰方肌，所以这个动作做得比较标准的话，应该是我们在仰卧起坐的过程中，我们身体是挺胸的，然后是挺腰的，我的腰背是直的，而不是卷曲的。我帮你纠正一个标准的，你做一下。首先，双手伸出二指，对，放在耳朵后面，对，然后肘关节完全打开，好，然后起，挺胸，对，好，不要再往上了，到这儿就可以了。好，到这儿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用这个 PVC 杆，你发现没有，它的整个后背是一条直线，这个状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仰卧起坐。然后下起下起下起，好，这个地方叫竖脊肌，在表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它的深层有一块肌肉的腰方肌，大概在侧面伸进去的话，在比较深的位置可以摸到，它很薄，它是薄薄的一个长片，然后它上面连接我们的肋骨，下面连接我们的骨盆，它是直接连接我们上下肢非常重要的一块肌肉，对于我们姿态的维持也非常重要。那很多办公室族群就是经常坐着这种人，因为你的姿态总是坐着的或者是靠着的，你的整个的这个躯干是不需要你用太多的力量去维持的，所以你们的腰方肌基本上都是非常弱的，它更倾向于维持姿态，它更倾向于启动，它更倾向于第一个被动员，然后逐渐再激发出我们外周的这些强大肌肉工作。所以如果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很弱的话，在很多姿态的变化过程中，或者说在很多姿态维持过程中，很容易出现一个扳机点，就是崩溃，姿态崩溃，然后导致一些不想出现的现象出现。仰卧起坐如果要是咱们把它挺直的话，我们的腰方肌就会收紧，就会把我们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紧紧地拉在一起，来维持这个相对位置。然后整个过程中下、起、下、起，对，腰背是挺直的。这个时候它的参与工作，它参与的工作是维持姿态而非发力。那同样，我们为什么一直说仰卧起坐不是练腹肌的，仰卧起坐是练髂腰肌的？为什么？也在这个地方，刚才看到了我们。在把腰背挺直的时候，我们的整个前侧的腹直肌它也是没有明显的收缩的，它并没有缩短，它并没有让我们身体卷曲，对吧，而是一直维持这个姿态。那在仰卧起坐中，我们的腹直肌和我们的腰方肌是一样的，都是起到一个姿态维持的作用，都是一个静力收缩，它不是主动肌，它不是发力肌，它不是产生我们身体移动或者是变形的一块肌肉。那这块肌肉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髂腰肌啊，它是动力肌群，它是主要发力的。但是你要说它不练腹肌吗？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么说，因为首先它确实练到了，我们的腹肌确实也很累，也确实是一直在做静力收缩。同时，我们的核心的姿态在真正的生活和运动中，它就应该是像一根棍子一样转动，或者是挥打，或者是支撑，而不是像一根弹力棒一样扭来扭去、扭来扭去的。所以仰卧起坐它仍然是一个很好的练习，而且那我们一直崇尚美军，崇尚美军的体能训练，还觉得他们特别壮特别牛，然后我们一直崇尚什么各种各样运动员，明星运动员，他们特别特别牛，我们会模仿他们的训练。那这些人其实都是练仰卧起坐的，而且都把仰卧起坐作为一种考核的标准练习的。所以这个动作之所以经典，它有它自己的道理。很多人做仰卧起坐是为了练马甲线，是为了练腹肌，对吧？那我们想练腹肌怎么办？这些动作只需要做一些改良，
那我们做仰卧起坐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的躯干都抬起来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腹直肌是尽力收缩，它没有发生长度上的变化，对吧？那我们想让它发生长度上的变化怎么办？就需要把我们的身体像卷毛毯一样卷起来 ，OK？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卷腹。但是做卷腹的时候，腰椎是尽量不要离开地面的。如果腰椎离开地面，就是错过了仰卧起坐了。哦 ，sorry， 错过了仰卧起坐，还没有做示范，那作为错误的。对对对，哎，这个就相对来说是比较错误的哈。我估计你的腰椎不会弯，就是这种样子，这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仰卧起坐。OK， 哎，对对对，是这样，没错。好，现在做卷腹吧，卷腹一样，我们是还是要打开，对，然后。关注我两个，我这手的两个点，关注我的两，我的手的两个点，对，好，回，走，回，走，回，走，保持一、二、三，回，走，保持一、二、三，回 ，OK， 幅度非常小，对于他来说，他头摆动的幅度非常小，对于我的手来说，我的手也只做了一个倾斜，对吧？那对于地面和身体的关系来说，仅仅是他把他的上背部这一段离开了地面，他的下背部仍然紧贴着地面，这就叫卷腹。卷腹的幅度非常非常小，它只不过是把我们的胸椎拉起来了，但是它对于我们腹直肌刺激非常非常集中啊！你坐一会儿就会感觉很累，而且你可以结合像我刚才说的起保持三秒下，起保持三秒下这种方式来挤压它。OK， 这个动作就到这里。